对战中国队的成龙啊。今天晚上这个对局呢，成龙是用全主力来迎战韩国队，阿库玛的全主力。成龙跟小孩两个人联手组队啊，对战韩国队三个人啊。成龙总地数是18个地，现在他是进行第二轮比赛，第一轮比赛输掉9个币了，第二轮他手上是9个币。阿库玛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币了，阿库玛最后一个币啊！我靠，雅典娜本来阿库玛是想成龙刚才是想水晶传送啊，想瞬移的，但是判定没有产生，被对方龙卷风直接带走了。开个圆，成龙能不能拿到20个币啊？啊，不对啊，韩国总地数也不到20个币啊，把这个预言给他无效啊。今天晚上韩国阿库玛对战中国队成龙的对决，但是不能忘记老板的爱的时刻，谢谢兄弟战榜支持。今天晚上咱们来看一下龙哥这个龙哥加油吧啊！我这里也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形容龙哥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状态了。那现在成龙现在手上还有8个币，没关系，还有这么多币呢，慌个啥地儿啊，你要对成龙有信心好吧。成龙来自于中国湖北武汉啊，有没有武汉的兄弟，武汉的兄弟刷一个9啊，不是武汉的朋友刷个6。今天晚上对局来自于韩国队的阿库玛对战中国队的成龙，成龙手吧还是上了麻宫雅典娜，他放弃了不知火舞。这个波声，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算是波声战术啊，发一个波你跳过来，我就放大招来崩你啊，把你崩回去啊。但是这个也是要卡好这个距离，卡好时机的啊，距离不对那是要挨斗的。打一个波，有一说一啊，龙哥玩这个女性角色啊还是很有一套的。龙应该是90后吧，龙哥不是90后，龙哥是80后。如果你要非要说他是90后，那就是1890后。龙哥今年应该是40吧，还是39啊？不是39，可能就40吧。我也80后，欢迎80后的不成忘记兄弟，感谢兄弟战榜支持，谢谢，大气大气，豪气，死在有一套雨季，晚上好，欢迎雨季。80后的70后、80后，包括90后，都经历过这个机厅时代的啊。90后可能是稍微能淡一点，但是70后、80后都经历过的。成龙应该是82年的，好像是。
秃顶八零后，秃顶九零后。秃顶是因为用脑过度嘛，对吧？用脑过度。八零后改速很快，很不错了。纳尼，给龙哥点个赞吧，龙哥不容易啊，龙哥开张了。成龙真的是没有让你失望啊，成龙没有让我们失望，拿下了韩国阿库玛。